第一次看接生过程太过刺激，让全场笑翻。我第一次看接生的过程，站在那主治医师后面，先生就站在他太太的侧边，他就在 push， 突然之间他就水冲出来了，正前方有一个桶子，那是接那羊水，又铺一些布单。但是我看到那个主治医师，他手上没有 baby， 就看到一条脐带，然后垂着在布单上面。主治医师他很镇定，马上就抱起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好漂亮的小 baby。”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